来自于总统府住一晚耶。我们聊一聊一下台湾的总统府呢，就是有什么印象啊，什么？我那时候是经过去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很多穿黑色的那种男生拿枪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看，拿枪在那一直看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很帅。哇，你讲到枪这个，就让我想到，因为我小时候爸爸就有来带我来台湾，然后他那时候就带我去看总统府嘛。我爸爸嘛，他就是那种比较调皮一点的父亲，然后他跟我说，哦，那个是宪兵，他是来保护总统。他就跟我啰啰嗦，就真的很小。他说，但是他是假的，不用担心。我一碰他，开始转枪，然后立正。我整个哪里有东西流，我就哪里流东西出来。小时候对总统府，其实我三天做噩梦，没有睡觉。这是我对总统府的第一印象。好特别，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我听说现在就是可以开放给外国朋友入住的一个时候，很不错啊。我个人觉得他放陌生人进去真的很大胆，很疯狂哎！哦，也是。我真的，我会觉得为什么会愿意做这些事情，这么开放？可是我听说要入住呢，其实他是有报名的条件在的。首先呢，就是需要满20岁，而且不能拥有中华民国国籍。哦，台湾人就不能去住吗？哎，真的这样？我好像也不能去住。附上个人的社群平台连结，报名以组为单位，最多一到两个人。OK， 所以可以一个人去。哦，以校期内合法护照号码申请报名码。哦，就护照不能过期啦。入住后写一篇旅游分享。哦，那这个当然很重要啊，因为你一定会了解很多啊，然后就是要推给大家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。入住后要拍一个介绍影片啊，这个我应该都可以。那我要报名，但是因为我就又不能带老婆跟小孩，老婆跟小孩是台湾人啊。哎呦，那就怎么样，一个人去吧？还是我也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人要跟我一起去住？又没有老婆，又没有小孩，带一个人，这是重点。我是想歪了吗？因为就像我就不能进去总统府了，那我有一个技能，很强的技能，因为我不怕抓虫。我是老鼠，对，所以如果有这个技能的话，搞不好就可以机会进去那个总统府里面了。总统府里面应该不会有蟑螂，有可能有，有可能有。而且他们一定不想要你分享，你在总统府抓蟑螂吗？有可能会有老鼠那些，所以我可以帮他们抓。哦，是他说的，不是我们说的。既然我有机会报名，那我已经有想好我要带什么东西呢？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带一个笔记本，好可爱哦。对，但是因为这个是2012年的笔记本，是我那时候跟老婆结婚的时候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。2012年，对。那你这7年有做笔记吗？没有，因为我通常不会做笔记本。接下来呢，它是随身的 TRX。哦，随时都可以做运动，很重要。接下来你有什么吗？我觉得最重要的来了。这什么？摩托车的模拟型。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怕里面就是很无聊。什么无聊？无聊？不是无聊，就是不知道，就是看完就不知道做什么。啊？对，笔记也已经做完，那个 TR 已经做完啊，接下来要用什么？当然是模拟型啊。哦。对啊。那你用什么特别？我自己呢？抓头发的。你不知道总统府有谁，那个一定要维持在最好的状况。再来呢，一定会带一个这个运动相机，加油，这一定要带。这个不错，但是这个呢，一定要搭配我的瑜伽垫。哦，你看这个组合呢，就是总统府做瑜伽。如果这是蓝标，那就这样。哦。分享心得拍录影，怎么都没有带一个相机嘞？其
其实啊，总统府的附近其实也有很多的美食啊。真的。嗯，像我老婆她之前又跟我说，她那边有找到一个冰淇淋的店，它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，而且重点是里面超多口味，而且是一些你没有想过这个口味可以做成冰淇淋，因为有麻油鸡。麻油鸡口味，还有什么麻辣，他们也是有接近100种口味的冰淇淋，所以有很多的，就可以去那边挑战一下。总统附近有那个明星咖啡厅，就下面其实有卖那种那个面包蛋糕，然后也有那个他们的那个俄罗斯的那个软糖，是真的很好吃。那边可以很多很多地方可以拍照，就是打卡。你可以带那个瑜伽垫摆在那里，然后这样子拍照。你那个想好了，然后刀过了，再冲一杯咖啡。跑过来喝咖啡，他会从哪里出来？还不知道哦。那你有什么吗？对，推荐。是我的话，其实因为西门町嘛，就在总统府附近。比如说寿司类的，好了，西门町那里有一个大车轮，那个我觉得很好吃，非常的好吃。我吃过最好吃的那种和牛寿司是在那里吃的。我讲的都流口水了。看在这个状况下，我没有报名资格，你们有。那附近的美食至少我可以吃嘛？好，这个你有机会，是吗？而且我们现场有准备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一定要先玩一个小游戏吧？好，好玩嘛。你最后吗？你不是最后吗？可是我都看着这个机会，你要插没有？我是先看你插了一个洞，照插。接下来我们把完全，机会还很多啊，没有道理现在跳。不能去总统府，连美食都不能吃。哇！今天入味，很入味，对不对？好好吃哦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你们吃，我们再玩一轮好不好？不要，我们再玩一轮，我也。你不是已经输了吗？这很折磨哎，真的太折磨了。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了。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忘记哦，这个赶快去报名啊，因为不要把这个机会路过哦。真的，这机会非常难得。那有关报名的详细资讯呢，都可以到官网去查询。来玩吧。没有道理，刚刚的洞又再跳一次吧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我。没事啊，这是不可以的吧？这怎么？